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大家好, 我是Stan。今天整理了一下韩国一代到四代一线男团女团的出道曲和成名曲。如果影片里有漏掉的组合，是我的错。如果有人觉得这首歌明明就不是成名曲啊，也是我的错。如果有人觉得这组明明就不是一线呢，标题写一线的话，点击率会好。不是，是我的错。 希望大家能用留言来更正，或者推荐更多组合的出道曲和成名曲。那我们马上来看看吧。不过在那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杨阿爸。杨阿爸是干爹的韩文。 大家使用过 Surfshark VPN 吗？使用 Surfshark VPN 可以保护我们的上网活动，无论是连接哪里的 WiFi， 都可以防止被第三方监控或追踪。而除了可以保护自己的个人信息之外，对我个人来说 ，Surfshark VPN 最大的用处是看日本动漫和韩剧。因为使用 Surfshark VPN 可以更改 IP 地址，将虚拟地理位置转换到世界各地，从而获取不同国家的网络资源。也就是说，不管我在什么地方出差到哪里，只要在 Surfshark VPN 切换一下地区，我就可以自由自在地观看在本地无法观看的 Netflix 影片。比如在韩国、台湾的 Netflix 看《海贼王》的话，只能看到336集；但是切换到日本 Netflix 的话，就能看到最新一集的影片，甚至也能看到只有在日本 Netflix 提供的《王者天下》动漫、木村拓哉的《身边几户人》等日剧。如果想看韩剧的话，只需要切换到韩国，就可以与韩国人同步观看韩剧；想看美剧的人，只要切换到美国，就可以观看所有在美国提供的影片。总结一下。 就是使用 Surfshark VPN 可以在全球超过100个国家和地区中自由设定自己的网络位置，并可以享受 3200多个磁浮器的强大支持。最重要的是，现在订阅 Surfshark VPN 并使用优惠码 Thank you 来了的话，就可以获得独家折扣和额外4个月的免费使用期。如果觉得不适合自己， Surfshark VPN 也提供30天的退款保证，所以希望大家也能通过 Surfshark VPN 保护自己的个人信息，并在家中安全地享受各国的电影电视剧吧。 H.O.T. 제키 신화 Judy 슈퍼주니어 브라운 아이드 걸스 빅뱅 원더걸스 카라 소녀시대 애프터스쿨 티아라 FX 비스트 시스타
Impedit。Birthday。A Pink。ESID。EXO。AOA。방탄소년단。마마무。Red Velvet。 Lovelies。 여자친구。Oh my girl。 몬스타엑스。 세븐틴。우주소녀。모모랜드。브레이브걸스。Stray Kids。 여자아이들。 Stay She。하이키。50-50。